今天我们来吃个毛肚火锅。看香不香？这是牛千层，还有这个是牛百叶，这个是牛毛肚，毛肚三件套。很多姐妹们想要雪芽的毛肚，今天给姐妹们安排上。姐妹们都知道我们这边的毛肚比较好吃，在我们线下这一袋毛肚要卖30，一袋是1斤的。今天雪芽直接给姐妹们59.9，到手这么3包，那就是毛肚3件套，牛毛肚、牛百叶、牛千层。然后姐妹们看一下这个品质，我们的牛毛肚都是这样整块的，整块大的毛肚。这个是牛千层，一袋1斤，一共是发3袋。59.9，然后中秋节姐妹们团团圆圆吃火锅、吃毛血旺这些都可以放，这么这个就是整整3袋，然后看好大一盆。姐妹们收到货一定要记得放冰箱，冰箱保鲜，吃的时候冷水多洗几遍，烫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上下8秒，一定要开锅上下8秒烫，不要烫久了，因为毛肚最主要吃它的脆，吃它的好吃，它如果烫老的话就嚼不动。一定要记得上下8秒，这个价格是相当划算的。中秋节咱们安排上，好吧。姐妹们收到货可以看一下那个品质，没得说，这是牛百叶，这个牛百叶有点是大片的，姐妹们一定要把它剪撕开，撕开。好烫，
那个牛百叶和牛参参可以拿来凉拌，凉拌吃。幽县香干，好嫩好嫩的香干。好吃。